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解读老哥的频道。熊市虽然说项目不多啊，但是也是有黄金项目的。我们今天再来谈一款 NeBank， 这个是一个 DeFi 的项目。当然你要把这个视频看完，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有彩蛋放在视频中。好，大家这边也可以看见，这个是一个智能存款、贷款、杠杆挖矿、跨链挖矿、抢投矿、自动复利的一系列的 DeFi 的一个项目。大家也知道我是比较喜欢 DeFi 的项目的，因为你可以躺赢，每天收收菜，这个度过艰难的熊市其实是非常好的选择。不仅如此，把视频看完还有狗狗币奖励，期待期待吧。大家也可以看见他已经做了四个审计，这些东西都可以查证了，所以说项目方是非常的干净，合约干净，项目方是想做事情的。如果你想求证审计的信息，可以点这边进入审计官网，查找项目方的名字就会跑出来了，然后这些信息都可以去核对的。然后我们这边就不用多说 ，DeFi 嘛，就是质押赚钱、躺赢，每天取钱，对吧？我现在这边就是来操作，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去操作。别忘记把视频看完，点赞、留言啊，有彩蛋的送狗狗币很多啊。当然这个是在币安链的，其他是没有啊，主网币安链。所以说你小狐狸连接完以后，你就可以直接去存币啊，去参与这个项目。然后我们现在展示给大家看一看。好，你在做其他的操作的时候，你要先点一下你的这个轮廓，就是你的账户啊，账户但是要绑定上一级才可以激活你的账户。然后这个也会放在底下，你如果想用我的话，必须要有一个上级才可以激活。然后大家可以看，我现在账户已经激活了。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激活，你如果不激活，你这些都是不能操作的，所以说必须得激活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，不仅仅激活啊，你如果参与这个项目还有送狗狗币，不仅仅是项目方送，我也会送给大家。当然不要忘记把视频看完，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。好，操作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比如说我现在里面有120几块钱，我现在准备存120进去，你这边点一下质押，连接小狐狸授权，弄完以后你可以刷新一下钱包，然后再回去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看见我这个钱已经存了120进去了。然后这边的收益，累积收益是现在是不会显示的，要在24小时之后才会显示。如果说24小时之后你这边没有显示的话，你可以去你的那个账户里面去看。好，我这边已经经过24小时，大家可以看见11月17号存进去的，对吧？然后我这边上右上角，这是一天的收益，按照年化 200% 的话，一天赚个几毛钱，100多块钱赚几毛钱也是挺不错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换个1000多，你这一天就几块钱了，够买好几个汉堡了。一日三餐全靠 DeFi 解决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怎么取钱，这边全部都是 AI 控制的，没有人工审核，所以说你取钱也是非常简单，你点一下取钱，大概等个几秒钟，这边就你看就走了，哎，到100%，你就可以把钱给取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取钱速度也是非常快的，你点掉，然后你刷新一下，基本上就可以看见里面的钱了。我们来刷新一下，刷完新，我们拉下去。钱已经到了，哎，为什么还是120呢？这里面就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了。好，到你的账户里面，我们大家这边可以看见你每天的收益记录都会在这边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为什么会少了一点点钱，这边我们就要看一看这边的有些手续费，大家可以看见，利润里面有扣点手续费，然后你提取也是有收点手续费的，所以说这个的话就看你的数额，因为我只有120，所以说收了6毛钱。你如果1000多，这个手续费会不会多？这个我还没有测试，然后我也会放在里面放一个月吧，到时候再来做一个视频，然后看一下这一个月能够赚多少钱。大家如果说看完这个视频，你想马上参与，这个是可以参与的。我们这边先讲一下彩蛋，如果不想参与呢，就等我下一期视频的时候，然后你可以再决定去参与。因为 DeFi 嘛，就反正是不会跑到哪里去的，这个项目是长期项目，大家就可以一起来跟踪，每天躺赢，对吧？正面得到狗狗币的方法有三种，一是成功注册账户，以及激活账户，最高可以得到50枚狗狗币。
好，第二呢，就是完成质押大于100 USDC， 我们刚刚已经展示了，最高可以得到100枚狗狗币。好，第三项就是交易任何 USDC 以外的币种，可以得到最高得到75枚狗狗币。这个的话，这里面全部都没有叠加的，就是说你可以三选一。这海报上面也是写错了，只要你符合以上的要求，就可以联系底下的栗子哥，电报信息都在里面了。到时候就说我这里面的，像比如说你们用我的连接申请的，然后我得到了一些狗狗币啊，或者说里面的抽成，对吧？然后那到时候我就也分给大家嘛，到下一期视频出来的时候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少个分红，然后就看一下多少人参与，谁参与了，然后到时候就统计就分出去给所有的参与者了。这就是彩蛋结束，好吧？我们这期的项目介绍也就到这边嘛，也讲了好几分钟了，然后我们就有事情底下留言，然后还有什么事情也可以问这个李子哥，好吧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对了，忘记带上一句，这所有的视频都不是投资建议，请你们自己做好调查以后再去做任何的投资和操作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